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今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7月14日哦，旧历的6月18日，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今日大跌惨败，女董都为补习班下课，看到妈妈驾车停在对面车道，无看路就冲过哦，过人结果让车辆弄飞，好甲载上医疗后，干那撤销。彰化县消防局公家彰化妇女防火宣传队合作教这六岁家庭的儿童学游泳，希望帮助学生防止堵水的意外。会当积极救人一名心脏电击器 AED， 何必在地企业是要来送予镇平甲原滨两个社区，希望会当掌握急救的黄金时间。好，来向前这新闻头一条来看，真正是足危险的。伫参北乡哦，一名10岁查某囡仔，讲为安亲班下课了后，要过一个马路哦，竟然煞去无注意到这马路两边是毋是有车开过来哦，结果哦是着急哦，要过马路找妈妈，煞去吼。正平开过来，这个车辆为人直接甲安尼弄落去哦，这人是规个飞飞出去哦，好加载上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这名国小3年级女学童拄对安亲班下课，看到妈妈伫对面车道等要接伊上车，一时欢喜就冲过马路，无注意到对向轿车驶过来，就安尼被弄到，当一人跌倒伫涂骹。后生的安亲班老师甲妈妈惊甲赶紧走过来，好加在女童的意识清楚，只有脚手甲颔仔骨小可擦伤。安亲班老师坦白是家己太轻忽，以后唔敢和学童穿过马路。大家都有一点责任啦，哦，可能妈妈就没有过来，啊，我也没有带过去，啊，车子可能也有坏一点，啊，所以就就先安尼啦，啊，所以讲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能疏忽啦，就是说啊，变的是讲我拢过来个宣。跟家长宣导，就是说你车子就转过来，嘿，我这边都留很大的空位，你的家一出门口就上车，这样子最安全了。警方更加是呼吁家长接送学童上下课，千万唔通穿过双黄线，过马路的时阵更加爱注意双向来车。希望家长在接送小孩子的时候，还是老师接送小孩子的时候，能不要跨越双黄线，要注意穿内马路安全才能保持。我们加到安全，避免意外的发生。这件车祸发生在顶个月25号，好加在女童只是轻伤，却甲众人惊出一身汗。这嘛再度印证，马路如何靠，交通安全绝对袂使有一点啊轻忽。大中华新闻，陈文清、陈伟采访报道。天气渐渐热后，这游泳深水的活动嘛，渐渐来变多。为着要让学童拢有游泳加自救的能力，这彰化县消防局是甲彰化妇女防火宣传队合作哦，开办这就是家庭儿童游泳训练营，希望让因哦会当了解家己的能力，避免参与这危险的深水活动。看你没撑多久，不行就起来。在教官的指导之下，未晓游泳的小朋友对上基本的浸会开始学，接下来就是学在岸顶来打水。因为有真侪囡仔拢是头一届学游泳，甚至是头一回入来游泳池，小朋友拢真希望会当赶紧学会游泳。以前有没有去游泳池？没有，这是第一次，是不是？嗯，是不是第一次？是。潜水，还有呢？还有什么？游泳，追目标。以前会游泳吗？不会。那这次学完之后呢？我要去游泳池游泳，因为可以自救。还有呢？可以救别人。
中澳消防队指出，教囡仔学游泳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就算这群囡仔伫即届训练营学袂晓游泳，上无嘛会当教因正确的防堵水的观念以及自救的方法。彰化县消防局也配合我们的各种各大队的教练人选前来就在配合来教导这些游泳虽然说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内没有保证说这些学童会游泳，但至少他们的自救的技能都会学起来。以方便自救自己。发起这项计划，中华西北扶轮社表示，弱势家庭的囡仔在暑假期间，真容易因为厝内人无注意来发生意外，所以让因正确的防堵水观念都真重要。让他们那个学习如何游泳，如何自救，的这个活动。我们这次选择就是婚园地区，在建宁那个婚园地区，他们没有游泳池这次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跟那个彰化护宣队，还有我们那个小垦丁实践中心的魏董事长提供这个良好的场地，让我们如期的举办这个活动。中华葫芦红会宣传大队强调，今年是头一届举办弱势家庭小朋友学游泳，所以会把计划拓展到全中华县，全部免费给弱势小朋友学习到自救救人的技巧。大中央新闻中，中华彩虹报道。对着科技的发展哦，这医疗器材嘛，对咧进步，为着抢救这心脏病患者，目前这真侪公共场所拢有来设置 AED， 嘛就是俗称的傻瓜电击器。这是对着这个机器的考量哦，真有可能就会当救到一条性命哦。因此，这何必定哦，在地一间伫咧做护线的公司，就关键这两台哦，这 AED 和社区，希望建立社区安全有保障的紧急救。政府大力推广在重要公共场所设置简易型心脏电击器 AED， 日前河滨镇公所编的预算设置一台，但是也无够普遍。在地一间制线公司体验 AED 对居民抢救性命有真大帮助，就主动捐赠两台 AED 和镇边甲完备社区使用。咱河滨镇吼是伫彰化市的较边缘社区吼如果救护车来，拢爱真长的时间吼，拢损失到咱迄个黄金救护时间吼，所以政府提倡吼，关键 AED 活动吼，所以我首先吼抛砖引玉吼，先捐两台吼，镇平社区甲完美社区使用，会当救人救命。社区居民非常感谢企业回馈地方，镇公所更加肯定企业抛砖引玉的成绩，而且邀请消防局人员教导居民急救方法，把握黄金的急救时间。镇平社区举办这个 CPI 训练以及这 AED 吼，这了这救导师来咧讲习安尼吼 ，AED 是足好用的吼，咱离这个消防队也离足远，所以就爱。伊关键呢，就伫咧较南的边吼，咱这个社镇平社区甲关闭来，互救济啊，所有跩老百姓安尼，非常的感谢伊。厂商主动捐赠 AED， 和距离市区较远的社区建置搁较完善的黄金急救网，得到居民社区真大认同，嘛是成功企业落实地方回馈真实际方式。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去复兴西市社区，看这社区居民是安怎将这五十年的老破厝用扫帚来变身大改造。马上回来。